好的，华美人文学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畅，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我们华美人文学会的周末讲座系列。那很高兴跟大家今天再次分享我们精彩的讲座哈。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讲座主题呢，也许对于很多的这个我们的观众朋友不是特别的熟悉啊，但是呢，如果提到两所大学啊，金陵大学以及上海交通大学，我想大家呢都会非常的熟悉。那我们今天这个讲座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为什么之所以他这么有名，之所以他为什么和这座两所大学息息相关呢？是因为他正是这个南京汇文书院，也就是金陵大学的前身之一的首任校长，也是南洋公学，也就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的首任兼院啊。那么他就是这个福开森先生啊。那么这个如果不了解他的人呢，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大家可以可能是对他的这个生平有一些这个简单的了解。那么，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的在华工作超过50年且事业有成、颇有影响力的外国人之一。福开森一生呢，充满了传奇的色彩。他经历晚清和民国两个时代，以传教士教育家、政府顾问、社会活动家、文物收藏家和中国艺术文化学者的身份，在清末新政、北洋政府外交、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社会公益事业、博物馆事业、中美艺术文化交流以及中国艺术文化研究等领域呢，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位教授啊，就是郭峰教授，将为我们来介绍这个福开森啊。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呢，将会从这个教育家、政府顾问、社会活动家、文化收藏家和中国艺术文化学者等5个方面来介绍福开森在华工作的这个56年取得的主要成就以及影响，并且探讨福开森事业上取得成功的原因。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个郭峰教授，他是一个这个能为大家讲述福开森的一个最佳人选呢？因为这个郭教授啊，他就是在他的研究当中，可以说是就是充满了关于这个福开森以及他相关的这样履历的这样一些研究啊。那么郭教授呢，他这个1995年到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工作，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专业研究方向呢为唐史、中国高等教育史。那么著有《唐代士族各例研究》这个《杜佑评传》《唐史与敦煌文化文献研究论稿》，福开森在华56年，参与兴办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视角，服务型政府教育类产品提供与管理体制等等的这样一系列啊，非常这个非常具有这个深入意义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哈。那么，这个尤其我们这里啊，需要跟大家来，这个推荐的是这个福开森在华56年这样的一本书，正是这个郭峰教授他撰写的。那么，详细的介绍了福开森他在中国的这个他的履历，以及他在中国的56年的生涯，以及他在这个中美各个领域来所创造的影响。那么，关于我们的具体内容呢，今天的郭教授将会我们来进行具体的介绍。那么，在我们的活动开始之前呢，还是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呀，希望大家在我们进到会议室的时候，都把您的这个视频还有声音都是关闭的哈。我们希望郭教授在一个不被打扰的环境当中，为大家今天来展开这个福开森的一生的这样的一个介绍。那么，我们在这个讲座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将您想对话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以及话题留在我们的这个对话框里面。那么，在我们讲座结束之后呢，我会代表大家将向郭峰教授来进行提问和对话。那好了，那我的部分到这里就结束了，下面就让我们隆重的请出今天的演讲嘉宾郭峰教授。好，郭教授，您请。郭老师的麦克要打开了。好的，好的。现在是好，嗯，好了，可以看到了啊。可以的。可以看，现在是，这个画面是一个这个美华的这个一个标志，这个我就这样就可以了吗？
可以啊，那你要分享 PPT 的话，就是跟刚才一样，就是找那啊，个，嗯。对对对，我看看啊，共享屏幕，这个吗？这个对，播放形式，嗯。播放形式啊，现在是播放形式吗？嗯，是的，嗯。现在是了，好的好的，是的，嗯。那我就开始吗，何老师？好，可以开啊，开始，嗯，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与大家交流，分享一下我对俯开撑的了解和认识。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我有我的机遇，俯开撑在华工作生活一生的5个闪光点，主要有以下内容：一是俯开撑生平简介，以一首诗为例。俯开撑在华工作一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影响，以5个闪光点为例。第三个问题呢，想探讨一下俯开撑事业上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下面我就开始讲。首先看第一个问题，想简要介绍一下俯开撑的生平，以一首诗为例。在说这首诗之前，想先请大家看几张照片。这几张照片时间跨度为50年，1887年到1943年，基本上涵盖了俯开撑人生的各个阶段。我们知道，俯开撑是1866年出生于加拿大的一个小镇，他是加拿大裔美国人。1884年来美国上大学，1887年7月毕业于波士顿大学的文学院的和宗教学院，获得文学士学位。同年结婚，同年和妻子玛丽·威尔逊一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南京做传教士，参与办学活动。第一张照片，1887年毕业照，就是他毕业时候拍的。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俯开撑是一个帅小伙，很酷，目光深邃，神情专注。这时的他也许还不知道，以后将在中国度过一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我们还知道，俯开撑在中国工作生活了56年。先后做过传教士、教育家、政府顾问、社会活动家、文物收藏家、中国艺术文化的研究学者。其中，他做政府顾问的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第二张照片，20年代的俯开撑，就是他这一时期精神风貌的反映。可以看出，这时的俯开撑正当年。年富力强，目光炯炯有神，坚定自信，风华正茂。另外几张照片都是那个俯开撑和他家人的合影，其中第三张照片，1898年的俯开撑一家人，是俯开撑在南洋公学当兼院时候拍的。背景呢是他在上海的家。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1898年的俯开撑一家呢，已经是一个7口人的大家庭，有了5个孩子，长子是那个11岁，最小的女儿呢，才1岁多，还在妈妈的怀抱里。这张照片很珍贵，是不多的反映俯开撑一家在上海生活的照片之一。第四张照片，1937年的俯开撑夫妇，这是俯开撑夫妇来华50周年、结婚50周年的纪念照，背景呢是北戴河的莲峰山海滩。俯开撑夫妇在北京生活期间，在北戴河买了一栋别墅，每年夏天他们要去这里度假。第五张照片是1943年
俯开身妇女在上海至纽约的日美战俘遣返船上。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和日本进入战争状态。在北京的美国人呢，所有在北京的美国人，包括俯开身在内，都遭到了这个日本人的这个监禁或者监督，失去了行动自由啊，行动自由。1943年，美国和日本开始交换啊，交换遣返战俘，俯开身妇女呢，作为第二批交换战俘。被遣返回国，这张照片就是他们在遣返船上拍的。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经过2年多的软禁，俯开身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显得很消瘦。虽然他的神情啊，看上去还是不错的，那与他20年代的俯开身相比呢，好像是两个人一样。这是5张照片。他的时间跨度啊是这个50年，基本上涵盖了这个俯开身的人生各阶段。从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出，大概可以看出俯开身这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他是怎样从一位帅小伙，变成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的？这是先介绍一下这个5张照片。下面我们看一下一首诗。这首诗呢是俯开身自己的作品，他一生写了很多著述，各类文章就有200多篇，书呢也写了15、16本，但是呢都是学术类著作，他的这个诗歌诗词歌赋一类作品呢，目前知道的只有这一首。这首诗呢写于1945年，他在纽约州的一家疗养院养病期间，去世前夕。1945年8月4日，俯开身在这家疗养院去世。距离抗战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呢，只有十几天的时间，他没有听到胜利的消息。1948年3月，交通大学、亚洲文汇、中国国际研究院，这3家机构，都是俯开身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在上海联合举行。俯开身逝世3周年纪念会，这次纪念会呢，约请俯开身在美国的子女参会。那这首诗呢，就是俯开身的2儿子查尔斯带到这次会上，第一次做了宣读，公之于众的。下面呢，我先读一下这首诗，然后呢，谈一下我对这首诗的感想和体会。请不要为我悲伤。我有我的机遇，生活的长久，生命中充满传奇，信任上帝，打了美好的一仗，过得快乐，做了该做的事情，就让我休息吧，在那绿色的草坪之下，你们继续工作，把我留给上帝。我觉得这首诗写得非常好，很有境界，很有感情，是俯开身。对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在中国工作生活了50多年的一个概括和总结，是感叹之作，总结评价之作。那么其中，用黑体字标出的这3句话，我觉得写得尤其好。我有我的机遇，生命中充满传奇，打了美好的一仗。前2句话呢，是表达了一种。对有机会来华，亲历中国社会巨大变化，这样一种经历的一种感叹，一种对有幸成为这一巨大变化的参与者的感叹。俯开身呢，不仅是亲历了中国社会从一个旧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社会这样的一个社会巨变呢，他也是参与者啊，他参与了其中的很多事情，而且做出了很多贡献，所以他是。他这样一句话：“我有我的机遇，我的生命中充满传奇。”他指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后一句话“打了美好的一仗”，则表达了一种满意感，一种欣慰，对在中国所做的事情感到表示满意，感到欣慰。也就是说，在俯开身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价值要实现。每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人生价值要实现，
用圣经的话说，就是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场美好的仗要打。而回首往事，他感到很满意，很欣慰，因为对他来说，这场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年华没有虚度，人生价值已然实现。以上就是我对这首小诗的一点感受和体会，在这里说一下，与大家交流。下面呢，我们就进入正题，看一下俯开身在华工作生活一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其影响。以五个闪光点为例，五个闪光点就是五种贡献。俯开身在华工作生活期间，曾经广泛涉足于教育、政治、社会公益、文物收藏、艺术文化研究。乃至于新闻出版等多个领域，而且在每个领域都做了很多事情，都做出了很多贡献。要想把这些东西全面的拿出来做一个介绍呢，难度很大。所以呢，我今天就选了这个五种贡献，五个闪光点，在这里说一下，做一个简要的介绍。这五个闪光点就是。参与创办南京汇文书院和南洋公学，这是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事业发展做贡献。受聘为两江总督顾问和北洋政府顾问，这是为清末新政和北洋政府外交做贡献。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董顾问，这是为中国红十字会的事业发展做贡献。受聘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研究员和故宫博物院古物鉴定专门委员，这是为中美艺术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博事业的发展做贡献。撰写中国艺术文化学术著作，这是为中国学术界的中国艺术文化研究做贡献。这五个闪光点，五种贡献。下面我们来分别看一下。首先看一下第一个闪光点，参与创办南京汇文书院和南洋公学。这两所学校，南京汇文书院和南洋公学，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都是很有影响的学校，一所是教会大学，一所是官办大学。其中的南京汇文书院，一直与金陵大学。这样一个响亮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是现在南京大学的前身之一。这所学校的主校区干河沿校区，就是这个画面上的这两个校区呢。20世纪初曾经有10多年的时间一直是金陵大学的主校区。下面这张图呢，就是金陵大学的这个干河沿校区，在他1923年迁入鼓楼校区之前呢。这里一直是它的主校区，画面的后面有这个一排建筑，这排建筑呢就是南京汇文书院的主体建筑，有4、5栋这个校舍建筑，其中最高的那个是那个它的那个教学楼，也是南京城当时最高的一栋建筑。而我们知道这个金陵大学呢，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办得最好的。14所教会大学之一，南京汇文书院呢是它的前身之一。其中的南洋公学，则是南洋大学、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台湾新竹交通大学这几所带"交"字头的大学的前身，而且是唯一的前身。南洋公学是他们唯一的前身，没有之二。这所学校的徐汇校区就是南洋公学的徐汇校区，后面我们要讲到。现在呢，还是直到现在还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主校区，还在为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做贡献。这几所大学呢，从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开始算起，都是中国办的最好的大学之一。曾经有人这样设想，如果讲今天这几所交字头的大学重新合并在一起，组成一所大学，那中国大学排行榜的位次会不会有所变化呢？
我想在座各位也都清楚，回答应该是肯定的。那我们先看参与创办南京汇文书院这件事儿。傅开生对南京汇文书院创办所做的贡献呢，主要是做了三件事：一是当了10年首任校长，二是主持了校园建设，三是主持了学科建设。这三件事都做得很有成绩，我们来分别看一下。10年首任校长的成绩就是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将一所在家里办学、只有15名学生的学校，办成有近100名在校生、初具规模的学院级别的高校。当然，这个高校呢，它是那个预科生多一些，本科生少一些。到他离开的时候呢，是预科生70人，本科生24人，一共90多人。到他离开的时候呢，从15名学生呢，已经累计发展到了有180多人。已经有了一届毕业生，是1897年毕业的，授予了大学学位。那么，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用这8个字来形容傅开生的创业历程，可以说一点也不夸张。他1888年刚当校长的时候，拿到的只是一纸任命他为这所学校的校长，一个办学计划，要把这所大学办成一所大学，这样一个计划。空纸上的计划，既没有资金，没有校舍，也没有学生，一切从零开始，白手起家。当然，也是一张白纸，可以画最好最美的图画。到10年以后，他离开的时候，交出去的已经是一张令人满意的答卷，是一所初具规模的学院级别的这种高等院校了。这个成绩呢，在当时的教会学校里面是很突出的，也由此呢引起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南京社会各界纷纷送子弟前来这所学校读书，就连当时南京的大学者缪全孙也把他的家的亲戚呢送到这所学校来读书来了。而且呢，因此呢，这个缪全孙呢还和这个傅开生结下了长久的友谊。傅开生呢，在以后在艺术文化方面的一些成就呢，实际上缪全孙是一个引路人。比如说，傅开生以后做了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宋代儒学的复兴》，这篇博士论文呢，它的选题就是由这个缪全孙来帮助他指导他完成的。这个除了缪全孙等文人学者，南京地区的这个地方官员。包括两江总督刘坤一、后来的邹复、端方等等一些人呢，也纷纷派人前来考察，并有的还亲身出席这所学校的毕业典礼。比如说，这所学校的第一次毕业典礼，1897年的毕业典礼，就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参加的。为了表示支持呢，这位两江总督呢，还给每一位毕业生发了10块大洋。主持校园建设的成绩也很突出，那就是用了10年的时间，将一块杂草丛生的荒地建设成为有10英亩土地、教学楼、教堂、宿舍楼等4座校舍建设的建筑的美丽校园。其中呢，它这个教学楼呢，也叫钟楼，就是这种楼，是当时南京城呢最高建筑，70多英尺。这个是3层建筑，右边这张图是这个钟楼的经貌，已经成了2层楼，是当中经过一次那个火烧，后来改建了，但是基本保持了原样。这栋楼我进去看过，现在已是金陵中学的那个行政办公楼，装饰的很好，红木地板，然后是柱子金碧辉煌的，很好。那这个钟楼呢？它是当时最高的南京城最高的建筑，它上课的钟声一敲响，方圆多少里都能听到。我提这座钟楼呢，主要是我想讲一件事儿，就是说这南京汇文书院的4栋校舍建筑，包括钟楼在内呢，都是
都是当时南京城以建造西式建筑闻名的一家营造厂，叫陈明济营造厂，他来负责给建造的。这家营造厂的老板就是原金陵大学校长陈玉光的父亲，他的名字叫陈列明。我从何勇老师那里了解到，那个我这次有机会能来这里与大家交流呢，就是陈玉光校长的外孙女，哈佛大学的一位女教授，她推荐的，所以我想提一下这件事情。这是校园建设城，那么主持学科课程建设的成绩呢也很突出，就是也用了10年的时间，将最初只有小学课，只能开设小学课程的这么一个学校呢，办成了拥有文科、医科、神科、神学等3个学科和一个预科，可以开设中国经典、历史、地理、初等数学、几何、自然科学、解剖学、药物学、英语文学、数学、科学和哲学等课程的一个高等院校。右边这张照片呢是当时俯开身和学校里的一位中国教员一起，翻译的一本教材，一本教材。这本教材呢，根据的版本是当时美国大学最新的版本，所以它的翻译质量也很高。那个它内容呢，编排上还有很多创新，还有很多创新。我看过这本书，里头把高深的内容简化成浅显易懂的语言，给它翻译出来。有些名词像氧啊什么这些名词呢，还是从它开始呢，以后逐渐在中国化学界流行起来了啊，是一本质量很高的这个教材。通过这个教材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它是1896年出版的。傅开生在这所学校呢，还是做了很多事情的。这所学校的这个教学的那个课程质量呢，也还是相当高的。下面呢？这是一张这个1907至1908年，这个两江总督端方参加南京汇文书院毕业生及毕业典礼的一张合影照片，包括当时的这一届毕业生和全体中外教员。这个图呢，这张照片很珍贵，里面包含了很多后来的那个重要人物，比如说有一位是那个他们的第三任校长，一位是第二任校长施托尔，这位是第二任校长，南京汇文书院的第二任校长施托尔，一位是第三任校长鲍文，鲍文呢还是金陵大学的首任校长。金陵大学呢，从南京汇文书院到金陵大学，在他办学60多年的历史上，只出了4位校长。一位是，这两位是其中的两位。那么，傅开生是首任校长，第四任校长也是担任时间最长的校长的，就是陈玉光校长。这张照片有这两位校长的这个身影。端方呢，就是图中第一排居中的这位。端方呢，与傅开生的关系也很深，他在洋务派大员中以喜欢收藏金石书画著称，是著名的古物收藏家之一。傅开生以后走上古物收藏的道路，就是在他的引导下走上来的。以后二十世纪，刚才何老师说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有一件很珍贵的这个青铜器，一套很珍贵的青铜器，就是端方的那个遗产。以后20年代呢，傅开生帮助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购到了这批珍贵的这个图书馆，这张照片很珍贵，现在藏在这个金陵中学图书馆。我是去那儿查材料的时候看到的。刚才介绍了这个南京汇文书院的创办所做的贡献，下面看一下参与创办南洋公学做出了哪些贡献，也是三件事儿。傅开生在这儿当了4年监院，他也是为这所学校做了三件事，一是做了4年首任监院，二是主持了校园建设，三是订定西学功课，推荐西人教习。我们也分头来看一下，4年监院的成绩实际上很突出啊。总的来说，就是他这期间尽职尽责，不辞劳苦，
不怕打击。江毅说，脱胎于旧的书院体制、教育体制的学校，初步办成一所现代学校教育体制的，符合时代新式教育发展潮流的学校。尽职尽责，不辞劳苦，不怕打击，用这16个字来形容俯开撑4年当建院的历程呢，也是一点都不夸张的。他1897年来当建院的时候，这所学校刚成立1年，又要找地建校舍，又要找人当老师，还要改造传统的书院教育体制为新的体制。要做的事情很多，头绪很多，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开什么课程。由谁来主持开这些课程的问题上，学校内部有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不同看法。俯开撑呢，就是靠这16个字，帮助这所学校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包括选校址、建校舍、定定西学课程、推荐西人教习等等。他在4年的任期内呢，经过做这些工作，把这所脱胎于旧教学体制的学校呢，初步改造成为符合时代新式教育发展潮流的新学校。那其中的不怕打击，指的是这所学校内部的教务管理权之争。焦点是中国人办的学校，你能不能让外国人来管理？持否定态度呢，是当时这所学校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叫张元济。俯开撑的最后，只聘了4年，不能续聘呢，可能与这件事有关。但是俯开撑当时是并不害怕，而是在其位谋其事，照样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张元济以后也离开了这所学校，成为商务运输馆的这个创办者，中国现代出版业的第一人。当时他们曾经有这个冲突。左边这张照片是1898年。俯开撑刚到的时候招收的外院学生，也就是附属小学的，相当于现在大学的附属小学的学生，可以看出这时的南洋公学的学生穿着打扮还很传统，清一色的长袍马褂。右边这张照片是1916年到1918年南洋公学的留学生。到俯开撑的住宅来看俯开撑拍的这么一张照片。1916年离俯开撑离开这所学校也就不过十几年，但是可以看出，这时南洋公学的出来的学生，穿着打扮已经非常入时了，清一色的西装革履。当然，他们是留学生，也需要这样打扮。其中下蹲的这一个人呢，叫做林鸿勋，他当时是南洋公学留美学生会的主席。他后来呢，回国以后当过交通大学的校长，他也是台湾新竹交通大学的创办者之一。他呢，和他是很了解俯开撑，他是后学，但是他很了解俯开撑，所以他愿意带领那个南洋公学的留学生到这个波士顿，俯开撑的家在纽顿来看他。这就是当时拍的一张照片。主持校园建设的成绩呢也很突出。这就是俯开撑刚来时，这所学校还没有自己的校舍，是借校舍办学。到他离开的时候，1902年，到他离开的时候，这所学校已经拥有一座近百亩土地，有中院和上院两座西式校舍，一个体育场，一座木牌楼式大门的这样一个美丽的校园。下面左边这张照片就是20年代的交通大学校园，其中最前面的这2栋建筑呢，就是俯开撑亲手设计、亲自监督施工建造的最有名的两栋建筑——中院和上院。其中的上院呢，50年代因为地基下沉，进行了改建，现在叫新上院，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其中的中院呢，从1900年建成到现在，
一直在使用，模样也没改变。这种校舍呢，就是俯开生的作品。如果要讲俯开生的话，提起他的作品呢，那个上那边的那个南京汇文书院的钟楼算一个，那么现在这个钟院呢也算一个。右边这张照片是南洋工学经贸，是2015年我去上海交通大学查材料时候拍的。定定西学功课的成绩呢也很突出。其中定定西学功课包括开什么课、使用什么教材，这使得南洋工学第一次拥有了按照西方大学标准设计的现代化的学科课程体系。左边这张照片是1902年到1903年南洋工学特班的一张课程成绩表，每个学生学了什么课，考了多少成绩，都在这上列出来了。特班呢，开办于1901年初，当时俯开生还是这个学校的兼任西人总教习。这个特班的这个相当于专科，那他的课程的拟定呢，主要应该说就是俯开生帮助拟定的。其中的课程设置可以看出，其中的课程设置可以看出啊，已经很现代了，包括哲学、政治学、理财学、外交学、法律学、理化学，就是物理化学、行政学、文学、教育学，这些课程名称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和今天大学的那个课程名称呢，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其中的理财学就是现在的经济学。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特班是南洋工学办的最好的班之一，中国近代史上的很多著名人物都是从这个班走出来的，比如说蔡元培、蒋梦麟、黄炎培、马衡等等一些人。蔡元培当然是这个班的这个助教了。蔡元培和蒋梦麟以后都做到北京大学的校长、教育部的部长。黄炎培呢，做到新中国的政务院副总理，他与毛泽东，我们知道还有一段故事，讲这个天下兴亡周期律。这个马衡呢，做到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也就是说，这些人物都不同程度地曾经受益于俯开生，受益于俯开生定定的课程。其中的黄炎培以后还和俯开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个友谊一直保持到俯开生离开中国。右边这张照片是1899年南洋工学举办第一届运动会的照片。举办校内运动会也是在俯开生的张乐主持下进行的。这件事使得南洋工学成为当时中国官办大学里头第一个开设体操课、开设体育课，第一个举办运动会的官办大学，这影响也很大。以后俯开生还组织了多次这个体育运动会，也和一个是校内运动会，一个是和上海的那个圣约翰大学等等那个教会大学也举办了这个运动会啊，足球运动会啊。这个南洋这所学校的这个体育运动呢，就是在俯开生的一手操办下呢发展起来的。推荐西人教习的成绩呢也很突出。推荐西人教习包括聘用谁、教什么课，这使得南洋工学第一次拥有了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其中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是一位博士，他叫薛莱西。他1899年到1908年在这所学校工作了8、9年。他主要教授政治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期间，他还经常在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刊物上面发表文章，介绍宣传南洋工学。这也是南洋工学的名字第一次为美国人所知。他还曾在南洋工学出版
政治经济学教材就是右上边的这本教材，叫做《理财要范》。用英文原文呢，就是《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这本教材呢也很珍贵，是当时中国的第一本现代化的这个政治经济学教材。1904年就出版了。这本书呢，是我在北大图书馆查材料的时候看到的。这个本书上有那个印记，就是燕京大学的印记。这说明呢，薛来希呢，他也是传教士，他也是传教士。他呢和那个教会大学呢有比较密切的这个交往。他的这本书呢也传播到了教会大学，再传播到了北京大学。薛来希呢，算起来他也应该是那个南洋公学的功臣之一。以后1903年。南洋公学选送第一批留学生出国，就是薛来希组织的。1904年，南洋公学选送了一个展品，参加在美国圣路易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在这次会上获得金奖。那这次行动呢，也是薛来希组织的，他是功臣之一。来自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呢，叫勒芬尔，他是硕士毕业。他1899年。到1905年，在南洋公学工作了6年，期间呢，他还曾经在任教的同时呢，他还曾经去英国的剑桥大学进修。在进修期间呢，他还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就是这个《亚罗号与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本书。这本书呢，是世界上第一本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专著。在当时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一个是提高了他本人的学术地位，一个也是提高了南洋公学的这个学术地位，因为他是在这儿写的。这本书多次再版，是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必读书之一，有多种版本，就这里这本是其中的一个版本。勒芬尔以后呢，任职届满以后，他就回到了美国，回到了耶鲁大学，他的母校。在这里做教授，又写了很多有影响的史学著作，还经常时不时的宣传这个南洋公学，讲他自己在这儿生活的经历。勒提摩他没有大学文凭，但是他有语言天赋，他通晓拉丁语、希腊文、英语、法语和德语。弗开森推荐他时，他是驻上海美国领事馆的秘书。他1901年到1905年，在南洋公学工作了5年，教英语、欧洲文学、商业书札等等预科和专科的课程。以后，他还到天津的北洋大学堂去做西人教习。退休回国以后，他在达特茅斯学院做东方远东文明的教授。这个他的儿子叫拉铁摩尔，拉铁摩尔是20世纪40年代最为著名的亚洲问题专家之一，他曾经做过蒋介石的总统顾问，他是勒提摩的儿子。总之，这三位西人教习都为南洋公学的创办发展做出了贡献，弗开森则是他们的推荐人，这也间接为南洋公学做出了贡献。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闪光点，受聘为两江总督顾问和北洋政府顾问，这是为清末新政和北洋政府外交做贡献。我们先看一下受聘两江总督顾问。弗开森从1894年起受聘为两江总督顾问，当时他还在南京汇文书院当首任校长，因为办学成绩突出，又会说一口流利的南京普通话，善于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由此引起了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注意。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11年，是拿薪的。他当两江总督顾问、洋务顾问是拿薪的。弗开森做两江总督顾问，为清末新政做了很多事情，做了很多贡献。其中最主要的、有代表性的呢，我觉得是两件事：一个是参与上海租界扩展，一个是助力促成东南互保。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两件事。这两件事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很有影响的重要的历史事件。
上海租界扩展这件事情发生于1899年，是其实它是两江总督刘坤一与驻上海各国领事、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当局他们之间的一次较量。较量的内容呢，就是租界当局、法租界当局制造流血事件，强占民地，以此来要挟两江总督想要扩展自己的租界领地。那么较量的结果呢，是双方妥协，租界当局表示不再强占民地，不再制造流血事件，刘坤一则表示，在有限制的条件下，允许你扩建。俯开生在这件事情上的作用是以洋务顾问身份代表刘坤一，与各国驻上海领事及法租界、公共租界工部局沟通协调，表达刘坤一的意思，再转达这个各国领事和法租界的意思，在之间起一个沟通协调作用，为达成有限制的允许扩建协议呢做准备。最后呢，通过俯开生的斡旋，法租界和英租界分别与上海道当局签订了达成了有限制的扩建协议，哪些地方可以扩，哪些地方不能扩。将租界面积扩大了2倍和1倍。刘坤一呢认为，这个俯开生在这件事情上，他的表现呢是令人满意的，他帮助自己实现了有限制的扩建这样一个目标，所以呢，他很满意，他特地向北京政府，向北京清朝政府呢申请授予他一个奖章，就是那个二品顶戴一等宝星勋章。那个有些介绍。俯开生的文章呢，经常要说到这个奖励啊，这就是在这次行动当中呢得到的。法租界呢也是那个对俯开生的工作表示满意，因为他也帮助法租界呢实现了有限目标。为表彰俯开生的功绩呢，他将新扩展的一条租界内新扩展的一条路命名为俯开生路，就是右边这张照片这个俯开生路。这是位于今天上海交大附近，现在仍然是上海那个旅游的网红打卡点之一。这个还搬到了电影里。这个呢，这个命名俯开生路呢，是法国租界表彰他那个。对于这件事呢，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俯开生在这件事情上的作用呢？当然，学界还是有不同意见的，还有不同意见的。我的看法是，这件事从清政府的角度看，与下一件事东南互保一样，具有限制外国势力进一步扩张的意义。它的主要意义在这里。如果不是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力争，外国势力可能就是在当时的行动当中呢，可能还是要进一步扩张，占领啊，占取更多的这个租界地，他获取更大的面积。那东南互保也是一样。如果不是刘坤一、盛宣怀、张之洞等人的力争，外国势力在保护和平的口号下面，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说，正是这两件事，遏制了外国势力的扩张势头，将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扩张及影响限制在了上海租界以内。从此以后呢，那个其他地方呢，见不到外国势力的身影。而俯开生对这两件事的贡献最有意义的地方也在这里，就是以自己的沟通斡旋，帮助刘坤一、盛宣怀、张之洞等人实现了自己的限制外国势力进一步扩张的这样一个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助力促成东南互保。这件事情发生于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是两江总督等东南各省官员在盛宣怀的倡议下，为保持和平局面，避免义和团的战火波及东南地区而发起的一场自保运动。俯开生在这件事情上的作用是以洋务参战和翻译身份，作为刘坤一的特别代表。
参与中方与各国领事协商谈判活动，转达中外双方的意见建议，沟通中外双方的意愿态度，为最后达成东南互保协议呢做准备。他的贡献主要在这里。刘坤一、盛宣怀对傅开生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也是表示满意。他认为自己帮助自己实现了限制外国势力，刚才说了进一步扩张的这样一个目标，所以事后呢又为他申请了奖章，获得了保兴奖章。学界呢对东南互保这件事呢也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北京都有事儿了，你还在这里只顾自保，按兵不动，不派兵支援，这好像是不对的。但是我的看法是，这件事与上海租界扩展一样。具有限制外国势力进一步扩张的意义。上海租界的限制是限制了外国势力的进一步扩大租界面积，从此租界的面积的范围就固定下来了，就是现在这样。东南互保的限制则是把外国势力限制在了上海租界区这个范围以内，它不能再向长江中下游更广大的地区再扩张了。这是东南互保最大的意义，在中国近代史上是要记上一笔的。而如果要记，傅开生的作用也绕不过去，也要记上一笔。实际上，现在学界呢，对于这件事呢，在研究东南互保的过程当中呢，已经开始提傅开生的作用了。右边这张照片拍摄于1903年，是东南互保事件之后。傅开生随盛宣怀参加中日中美续约商约谈判。这样的一个合影，东南互保的照片很难找，我找了半天没找到。那么这张照片当中有傅开生，就是后面个子最高的那位，所以把它拿过来放在这里，请大家看一下。最后一排右二那个高个子就是傅开生。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受聘为北洋政府顾问。如果说，傅开生做洋务顾问，为清末新政服务，还是地方层面的服务的话，那么他做政府顾问，为北洋政府的外交服务，则是国家层面的服务了，等于提高了一个档次。傅开生做北洋政府顾问，对北洋政府外交的贡献，有代表性的事件是两件事，一个就是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一个就是以代表团特别顾问的身份，随团参加华盛顿裁军会议和山东问题会议。我们来分别看一下。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听证会，这次听证会呢，是那个美国国会为了了解山东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中国、日本双方态度而举行的一次这个听证会，他已经此前已经举行了多次听证会，听证会的焦点问题是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还是直接归还给中国？这就是他们听证的要听取的一个内容。傅开生在这件事情上的作用是以总统府顾问的身份。参加听证会，就山东问题回答提问，提供有利于中国的证言，为美国国会重新审视巴黎和会对德合约，提出有利于中国问题是中国收回山东权益的修改意见呢，提供的参考意见。右边这张照片是傅开生在这次听证会上所做证词的全文的综艺本是傅开生找人译的。把他的那个英文文稿拿过来，找人在国内译了，出了一个石印本。这个石印本，这本书呢非常珍贵，是现藏这个北京的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我是在那查材料的时候找到的，很珍贵。从中可以看出，傅开生作为政府顾问，在其政，谋其事，头脑清楚，言辞犀利，义正辞严。一心维护中国主权，维护中国政府的利益，
他一点也不把自己当外人看。可以说，就是这次作证，最终使得美国国会改变看法，在三宗问题上得出了日本无理的结论，最后做出了有利于中国收回三宗权益的对德合约的修改意见。这是一件事儿。再看，以特代表团特别顾问身份参加华盛顿裁军会议和三宗问题会议。华盛顿裁军会议也叫太平洋会议，召开于1921年至1922年。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一战遗留问题，重新调整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关系和政治格局。三宗问题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普开申在这件事情上的作用，是以代表团特别顾问的身份，随北洋政府代表团参会。在会议期间，他主要做了三件工作：一是先期赴美，为中国代表团参会做会前准备；二是支持美国国务卿徐氏等人提出的由美英牵线搭桥，在中日双方在大会以外直接谈判。解决三宗问题这样一个建议，福开申支持这个建议，同时呢发挥影响力，积极活动，促成其事。最后呢，这个三宗问题解决，就是在他们这种和大会同时举行的这个边缘会议，在这样一种形式下呢，解决的。三是作为会务组成员，参加中国代表团内部商量会议。谈见解看法，帮助起草会议提案文件等等，起这个咨询帮助作用。他为这个顾维钧、施肇基和王宠惠等三位正式代表在大会上提出议案和建议，提供咨询帮助。那他做的这三项工作呢，都有助于中国代表团找到合适的途径和办法。据理力争，收回三宗权益，解决三宗问题。这三位正式代表顾维钧、施肇基和王宠惠呢，以后也都做到外交部的部长，也都与福开申通过这次大会呢，保持了长久的友谊。北洋政府对福开申会议期间的表现表示满意，做了充分肯定。1922年11月，赴任大总统黎元洪。颁布了一系列嘉奖令，奖励在政治、外交、教育、财政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政府官员和顾问，其中就包括福开申。奖励他的是仅次于最高级别的一等大寿嘉获勋章。我们在一开头看到的20年代的福开申。可能他那张照片呢，就是在这个事件前后拍照的，这个可以说是那个福开申的一生的高光时刻。学界对北洋政府在三宗问题上的表现也有各种不同的评价。我的看法是，北洋政府做过很多令人愤慨的事，比如说搞军阀混战，闹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又比如说在巴黎和会上准备在对德对。在屈辱的对德合约上签字，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等等。但是我觉得也做过一些值得肯定的事，比如说建立法治政府、实行民主政治等等。那么其中之一就是这次参加华盛顿会议，解决三宗问题，收回三宗权益，它算是一次将功补过。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要记上一笔的。而福开申的贡献因此也会记上一笔。实际上，这个与东南互保研究一样，学界呢在对这个华盛顿裁军会议的有关研究当中呢，已经开始注意到福开申的作用。下面看一下这个闪光点，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统顾问，这是为中国红十字会的事业发展做贡献。中国红十字会是官办民助的社会公益组织，初次创立于1904年，总部设在上海，当时称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再次创立于1910年，首任会长为盛宣怀，总部设在北京，以上海为分部。第一次设立呢，是为了中俄战争救济东三省的难民；第二次设立呢，是为了申请瑞士向瑞士申请那个加入国际红十字会组织。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应对红十字会的性质和活动有不同的认识，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官方的立场上实施战地救援？上海和北京呢有不同的认识，产生了矛盾。他们各自组织了战地救赴武昌的这个战地救援活动，史称中国红十字会的南北矛盾。这左边这张呢是北京的红十字会总会，南边这左边这右边这张呢是上海的红十字会分会。这个盛宣怀呢，蒲开生呢于1910年参与红十字会活动，当时他的身份是盛宣怀铁路总公司的英文秘书。1911年，他担任红十字会北京总会的总董，相当于总干事。他的身份呢是邮传部的英文秘书。当时盛宣怀调任邮传部秘书，蒲开生于1910年受聘做他的英文秘书，从此将自己的生活重心从上海转移到了北京。他在北京的一个叫做喜鹊胡同3号的这么一个家安家，在北京生活了30多年。他的家旁边就是中国红十字会总部所在地。盛宣怀刚才没有谈说到，实际上他是蒲开生的伯乐引路人。蒲开生如果是千里马，盛宣怀就是发现这匹千里马的白乐，伯乐引路人。从1897年发现蒲开生，聘任他为南洋公学兼样开始，一直让他跟随左右，做自己与洋人打交道的助手。盛宣怀号称洋务运动的第一把交椅，一步一步把盛宣怀引领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蒲开生能够在北京工作生活30年，也是他引领的结果。蒲开生对盛宣怀也是心存感激，尽心尽力，为他做了很多事。1911年，盛宣怀因为推行铁路国有政策，激起四川保路风潮，成了这个人人喊打的落水狗，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这个导火线。他遭到了清政府的革职，被迫逃离北京，逃往日本。在这件事情当中呢，蒲开生也帮助了他。帮助他逃亡到了日本。蒲开生担任总干事、顾问，为中国红十字会的事业发展也做了很多事情，做出了很多贡献。例如1910年和另一社会公益组织华阳义振会一起，组织参与长江中下游大水灾疏散灾区的赈济活动，为这次大水灾募集国外善款150余万美元，150多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字，引起了轰动。辛亥革命中，他也组织北京地区赴武汉战区的战地救援活动。以后，他也做了很多事情。当然，其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赴上海调和南北矛盾，一个就是代表北京总会参加华盛顿国际红十字会第9次大会。这个。这次赴上海调和南北矛盾呢，它使上海和北京两个红十字会重新走到了一起。他做了很多工作，来来去去，去了好几次，做了很多工作。他使他们统一起来了，这是他的功劳，他的功绩。那个代表北京总会赴华盛顿参加国际红十字会第9次大会呢，他也做了很多工作。他主要的一件事是在这次会上确认中国红十字会为国际红十字会的会员国，同时呢，他在会上连续发表了4次演讲，表明中国红十字会的立场、观点、看法，所作发言均有益于国际红十字会完善规则、改进工作，获得了大会的好评，为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的中国红十字会增添了光彩。也为国际红十字会的
完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两件事都有助于中国红十字会的事业发展，前者解决了南北分裂问题，后者使中国红十字会的会员国地位得到确认，为以后的参加国际合作奠定了基础。这两件事可以说就是傅开生所做的最大的贡献，对中国红十字会。下面看第四个闪光点，受聘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研究员和故宫博物院文物鉴定专门委员，这是在为中美艺术文化交流和中国近代文博事业的发展做贡献。傅开生于1912年至1915年受聘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研究员和荣誉研究员，为这所博物馆工作了3年，1912年到1915年，1926年到1943年受聘为故宫博物院古物鉴定专门委员，为这所博物院呢工作了10余年。他是这所博物院唯一的一位外国人外籍委员。这两个职务可以说是傅开生最为看重的两个职务，他为此既感到自豪，也感到很有压力，因为当他最初担任这个研究员这个职务时呢，他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他还是一个新手。虽然如此，他也在这两个职务上做了很多事情，做出了很多贡献。那其中有代表性的呢，就是这五件事。一是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购买以绘画为主的中国艺术品，这件事呢，使得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第一次拥有了中国绘画等艺术品，这是一个第一次。第二件事是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筹办为期3周的中国绘画艺术展，这件事呢，也是创造了一个第一次，就是使得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第一次有了中国主题的艺术展，这是在1914年就有了中国主题的艺术展。第三件事是为芝加哥艺术研究院举办中国艺术专题讲座，这件事呢也是第一次，使得芝加哥艺术研究院第一次有了中国艺术主题的专题讲座，是1918年，也很早。第四件事是将毕生收集珍藏的千余件中国古物捐献给金陵大学，这件事也是一个第一次，它使得中国的大学组织第一次拥有了免费捐赠的私人收藏品，而且规模还相当大，乃至于要修建专门的博物馆来容纳。当时容纳不了，他们就先把这批千余件古物呢寄存在故宫博物院了。第五件事是在故宫博物院举办，傅开生所藏古物展，这也是一个第一次，它是私人收藏品第一次在国家级的博物馆公开展出，也是故宫博物院第一次对社会公众开放，展出的展品就是这千余件中国古物，就是准备捐给金陵大学的，因为他当时还没有地方放，暂时寄存在这个故宫博物院。当时这个展览呢，也是在故宫博物院唯一的一个对外开放的这个展览，一直从1935年举办到这个1943年，这个傅开生回国。1948年那个抗战胜利以后呢，这个金陵大学就是找人把这批古物从故宫博物院运回了金陵大学。这五件事情，傅开生都做得很辛苦。比如说前三件事情，我们看这一时期的太平洋航线中国至美国的旅客名单，傅开生这个名字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名字之一。我曾经为写这本书呢做过一个统计，1912年到1922年这10年时间，傅开生因公因私往返于中美之间的总次数，起码达到8次以上，10年8次，其中又以1919年以前最为频繁，8年6次，几乎是一年一次，甚至一年数次。1914年和1914年就是为美芝加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展览。这一年呢，1914年和1916年年内呢，各去了2次。这其中，大多数都是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服务。当时的一趟航程就要20天左右，而且价格不菲。当然，回报也是很值得、很丰厚的。这就是普开生的中国艺术品修养和金石书画鉴赏力，在做这三件事的过程当中得到了锻炼，得到了提高。他在做这之前呢，他是新手，他压力很大。这事情之后呢，他逐渐入门了。这四张照片，第一张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画作之一，是普开生给他购买的，是五代顾闳中的《赴宴归来图》啊，这是一个局部，我截下来的。这幅图的这个作者定名和画作的名称定名呢，都是普开生来做的，他当时参考了一些中国的那个画谱一类的作品定的。当然，他这个定名呢，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并不认可。他这个定名是在他的一本书里面提出来的。那个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专家呢，认为闹不准是不是这个顾闳中的作品，所以他们定名为移民作品。我这里是暂且依了这个普开生他这个名字。第二张是为约请普开生做讲座的芝加哥艺术研究院，这个我去这里查过材料。第三张是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普开生捐献的千余件古物就收藏在这里。第四张是30年代的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当时这批古物就在这里展出。这张照片也很珍贵。它反映了普开生古物展1周年的一个纪念合影，它是1936年拍的。这张照片呢，其中个头最高的一位，穿着一身白西服的，就是普开生。说到这里呢，我想介绍一本书，我觉得就是由于这本书的存在，也由于不是搞这个专业的，我对以上5件事呢，在这本书里只做了只。只能简略地梳理事情发生的经过，做外围式的考察，而不能从专业角度做深入的、进一步的讨论分析。在这里呢，今天也是只能刚刚那样点一下题。要是做专业讲座的话，我觉得可能要请这本书的作者来做了，就是这本书《执意为永远燃烧的热情》。普开生对中国艺术与文化的不懈追求，他有汉译本，汉译本呢名字给他淡化了，叫做《普开生与中国艺术》。这本书的作者纳汀博士是一位女学者，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曾经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过。她可以说是当今学术界最有发言权的普开生与中国艺术文化研究专家。他所做的研究是迄今为止最深入、最全面也最准确的研究。他对普开生资料的收集，他的全面深入程度，我觉得呢也是没有第二个人能比得上的。我觉得有了他这本书，可能不会有人再想写一本有关普开生这一专题的书了。所以要想做普开生在这个金石书画艺术方面所做贡献的这个这样专题讲座呢，我觉得应该请这个纳汀博士来讲一下。下面看一下第五个闪光点。第五个闪光点，撰写中国艺术文化学术著作，这是为中国学术界的这个艺术文化研究做贡献。普开生不仅是传教士、教育家、政府顾问、社会活动家、文物收藏家，他也是一位学者，一位对中国艺术文化造诣很深、贡献很大的学者。一般提起普开生，提得最多的、最多的，首先就是学者普开生，其次才是古物收藏家普开生、教育家普开生、政府顾问普开生、社会活动家普开生。
卜开生一生著述很多，各类文章就在200篇以上，写的书呢有15、6部之多。这200多篇文章，15、6部著作，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即教育类和艺术文化类。其中15、6部书都属于艺术文化类，他以专著为主，也有多部为合著。与他合作的学者呢，大多都是当时很有名的学者，比如说金陵大学桑承嵯、北京大学的荣庚等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不过他们与卜开生合作，在卜开生面前，他们还是后学。200余篇文章，有50多篇属于教育类，150多篇属于艺术文化类。教育类文章大多写于他来华工作的前20年，在南京和上海当传教士，当首任院长、首任监院、教务杂志编辑、亚洲文汇会刊编辑、会长等等这样一个时间段。其中也不乏高质量制作、有影响之作。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参考了很多。后者呢，大多写于他来华工作的后30年，也就是在北京工作生活期间，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在这个前一阶段完成的。比如说这本博士学位论文《宋代儒学的复兴》，就是1902年在上海，还是做上海那个南洋公学兼任的时候写的。他这篇博士论文完成于1902年，获得波士顿大学的博士学位。这张照片呢，就是这个博士论文的截图。其中植入一行填写的还是南洋公学前啊，填写的是南洋公学前兼院。这是因为，卜开生与南洋公学签订的是4年合同，1897年到1901年。1902年呢，他已经不是正式的这个，虽然他还在南洋公学做事，但是已经不是正式的职员了，所以他写了个前兼院。艺术文化类的那个作品也很多，150多篇，十五六部著作。卜开生他的这方面的研究呢，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专题研究类型，例如刚才看到的这个画目，就是，他那个1914年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编的这本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国绘画特展解说目录，1914年写的这本书呢，就属于专题研究型的这样一个类型。因为他编写这部解说目录的时候，要参考大量的画谱类著作，还要做很多的学术史回顾，说是那个目录，其实上重点是在解说。另一类呢是整理编目类著作，整理编目类著作，另一类呢是整理编目类著作，比如说，他最著名的两本书《历代著录画目》和《历代著录结晶录》就属于这类啊，整理编目类性质的这个著作。那这两类著作呢，他都写了很多，但是如果论贡献、论价值，我觉得他有2本书写得最好。一本就是《中国艺术概览》，他对学术界的贡献属于最大的之一啊。另一本就是下面的历代著录画目，这本书呢是用英文写成的，也是卜开生的第一本专著。1919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主要内容就是他1918年在芝加哥艺术研究院做专题讲座的那个文稿，共8讲。那这本书的最大价值呢，在于第一次面向美国读者，分建筑、青铜器、玉器、石刻、陶瓷、书法、绘画等方面，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艺术文化。全书有图片举例，有讲解讨论，而且视角独特，观点新颖。出版后获得很高的评价，它被誉为了解美国、了解中国艺术文化的入门书之一。
这等于是为促进中美艺术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这本书的出版以来呢，已经多次再版，这张照片只是其中的一个版本。第二本书《历代筑路画木》首次出版于1933年，以后多次再版，今天已经有好几种版本了。这是最初的一个版本，金陵大学1933年给他出的。这本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开风气之先，填补了学术空白。它主要内容是采用新的编目方法，将历代画家每位作者的所有作品目录整理出来，挂在每位作者的名字下面，以便于查找，提高查阅效率。此前还没有人这样做，没有人这样做过，所以说它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这个意义。有人统计，全书共收录了2300多位画家的这个中国古代的画家的这个作品信目录，还有包括5万多条画作信息，引用的书目，就达130余种。但是呢，查找起来很方便，你想查哪一个作家他写画了什么画，你只要找一下就找到了。所以说，它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是一种创新。它至今仍然是绘画史研究者、美术学院、艺术学院绘画史专业必备的参考书，不可或缺的工具书。这是值得一提的是，傅开生研究中国艺术文化，还带过不少学生，其中最著名的有一位呢学生呢叫王世襄。王世襄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当代中国最著名的文物研究专家之一。80年代在国家文物局工作。他有京华艺网等多种著述，被誉为京城第一大杂家。他集文物鉴赏家、收藏家、研究专家于一身。王世襄与傅开生的关系很深，他的硕士论文《中国画论研究》是傅开生指导的。他帮助傅开生整理过北京的家收藏的各种各样的藏书，他为他编写了一本藏书目录。后来这批藏书有1000多种，有1万册，有上万册。1948年，经过王世襄的帮助，在那个傅开生的女儿傅梅玲的整理下呢，全部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的图书馆。这批书上万册书呢，现在还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发挥作用。傅开生1943年乘坐那个遣返船离开中国的时候，离开北京的时候，在北京火车站上见到的最后一个人就是这个王世襄。以上就是5个闪光点。傅开生在华工作生活一生取得的主要成绩，就简单介绍到这里。下面看最后一个问题：傅开生事业上获得成功的原因探讨。我开始动笔写傅开生这本书的时候，时常思考一个问题，这就是傅开生作为一个外国人传教士，如何能够在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舞台上成为重要人物，在中国的教育、政治、社会公益、博物馆事业以及艺术文化研究等诸多不同的领域都取得成绩、获得成功？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他靠的是什么？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找到了答案，想明白了，这就是这两点：勤奋、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很高的中国文化素养，会说一口流利的南京普通话。勤奋，如果我觉得如果用2个字来概括傅开生的一生，最恰当的就是这2个字：勤奋。包括勤奋学习，也包括勤奋工作。傅开生的一生就是勤奋学习、勤奋工作的一生。勤奋这2个字也是傅开生自己对自己的评价。1935年，他70岁生日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位记者采访他，问他："你写了那么多的书，你做了好像一个人做了5个人的工作，你获得成功的有什么秘诀吗？秘密是什么？"傅开生回答说："就是这段话，60岁以前我没有休过一个假期，因为从来也不需要。"我习惯于每天都早起读一点书，每天都从早晨工作到晚上。星期六午后，大家都出去游玩了，我工作。
周日是可以休息的日子，我还是工作。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傅开生对于自己为什么能够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是有所考虑、有所解释的，就是这两个字：勤奋。有早起读书的习惯，每天早晨都从早晨工作到晚上，一直不休息。60岁以前，他没有休过一个假期，他总是不知疲倦的工作、学习、勤奋这两个字。他也对自己的家人说过，如果是你实在太累了，你筋疲力尽了，那怎么办呢？我的办法就是停止工作，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躺在床上，什么事也不做，睡大觉，睡上一整天的大觉啊。这是他的一个说法。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写一个痛痛快快的土耳其语。1914年，他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筹办第一次中国艺术展，连续工作了20几天。又是挑选绘画作品，又是编写解说目录，又是设计布置展览场地，他实在是累坏了。当时他就是这么做的，放下一切，写一个痛痛快快的这个，写一个痛痛快快的土耳其语。他在一封家信里，说到了这件事儿。他说，本以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现在完成了，就是为大都会博物馆筹办中国画展这件事儿。今晚我很高兴，下午的土耳其语也让我在这一段每天都这么长的日子里，一直绷得紧紧的神经得到放松，能够安静的休息一晚，为明天准备周一的展览做准备了啊。本以为不可能的事情完成了，写个土耳其语让紧绷的弦松下来，这就是最好的放松。其次是拥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很高的中国文化素养，会说一口流利的南京普通话。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傅开生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够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站住脚，在诸多领域获得成功的最主要的原因。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就是在中国艺术文化的研究上，在中国金石书画艺术的研究上很有功底，很高的中国文化素养。就是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对中国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有很好的了解和理解。会说一口流利的南京普通话，则使得傅开生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知名度最高的外国人之一。为他当洋务顾问、当政府顾问、服务于清末新政、服务于北洋政府外交，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所谓一口流利的南京普通话。就是说话时带点南京口音、南京方言的口音，比如说把"学习"的"学"说成"小"、"小喜"，比如说把"软硬"的"硬"说成"嗯""软嗯"等等。傅开生在南京生活了10年，他的南京普通话就是这时学的。当然，能够当得起这样的评价，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傅开生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如果追根溯源，可以追溯到他的大学时代，也就是1884年上波士顿大学的时候。当时正赶上新英格兰地区出现第一次中国热，这使他有幸有了接触、学习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结缘的机会。关于这次中国热，我在我这本书里头呢有详细的讨论，有兴趣的可以去参看一下。这是追根溯源，他一开始呢与中国文化结缘呢是在波士顿上大学的时候，那达到一定的高度，则可以追溯到为清末新政服务时期，30至40岁这个时间段。其中金石书画等中国艺术和古物收藏等方面的修养，可能又要晚一些，要到民国初年。前面提到的纳听博士就认为，傅开生在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购买中国古物这件事情上是既有值得骄傲之处，也是有经验教训之处。那他最大的收获就是从中得到了锻炼。民国初年（1912年至1913年），这段时间是傅开生的金石书画艺术修养得到很大提高的这么一个时期。那到民国时期二三十年代。他的中国文化功底、中国文化修养已经可以用深厚、很高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了。
关于俯开撑的中国文化功底，在清末新政当中达到一定的高度呢，可以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很能说明一些问题。这就是这个强化本源论。这篇文章呢，是俯开撑1895年写的一篇文章。1895年写的一篇文章，当时讲到了两个要点，一个就是要通心学，要办实学学校，就是。强华就是中国要强盛起来靠什么？他认为是两点，一个是重心学，办实学学校。心学就是西学，就是科学；实学就是相对于传统儒学的那个只讲做人道理的这个应用之学啊，科技之学这个实学，与传统儒学的这个虚学是相对的。重视外语，重视通才教育。就是他认为，这个当时是洋务运动当中对外语人才，很需要。但是呢，这个外语人才呢，也不能是只会外语，别的不会，还要重视，要培养又会说外语又具有通才型的这个才能的这个通才型人才。这是他讲的两点。总之一句话，他认为教育很重要，强华要从教育做起。那他的这篇文章呢，是全部用中文写的，就是这张图，强化本源论，这上写的是英国俯开撑著，实际上是美国俯开撑著。他这篇文章全是中文写的，全是中国式思维，中国人一看就懂。当时呢，张之洞，两江总督张之洞正在搞他的那个办新式学校，办新式学堂。写他的那个著名的号那个这个劝学篇，提出那个著名的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强调要向西方学习。在这种场合下呢，他看到了《强化本源论》这篇文章，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呢也能看得懂，这对于张之洞，把这个俯开撑聘任为两江总督，洋务顾问呢。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这也显示出，在这个时期，1895年这个时期，也就是清末新政时期，俯开撑的这个中国文化功底呢，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了，可以用中文思维方式来思考一些问题，写一些文章了。总之，可以认为，就是勤奋和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很高的中国文化修养和一口流利的南京普通话。成就了俯开撑的一生，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外国人之一。这就是探讨他事业上获得成功的原因可以得出的结论。以上就是今天要讲的全部内容。最后想说一句话，表达一下感受，作为今天交流的结束，就是这句话：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获得成功。俯开撑就是那个有准备的人之一。今天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好的，那非常感谢郭峰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讲座哈。那我们这个今天的时间可能差不多了，但是呢，我们看到还是有一些这个观众朋友们给我们留了言，好吧？那我们下面呢，就大概留出5分钟的时间，我们想来问一问郭峰教授这样的一些观众提出的问题，请您就是简短的来。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回答一下。好，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啊，说谢谢郭教授的讲座特别详实，请问您一下，俯开撑和其他一些传教士能够为中国的教育、社会等方面做出很多贡献，除了他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化这个因素外，也许还和他的传教士身份以及宗教信仰有关，对吗？比如也许这应该也可以是做对上帝的侍奉吗？我想，也许他到了别的国家，可能也会做类似的事情，所以您可以从这个方面展开，为我们大概的简要的来这个分析一下嘛，谢谢。好的，我觉得这个传教士的身份，一定是对他在中国做这么些事情有帮助的。但是呢，我觉得俯开撑呢，他更多的时间他是还是不是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做工作的。可以看一下，他是那个在到中国以后，
做传教士的时间只有十年，只有十年，就是1887年到1897年，只有十年。到1897年，他这个为了去南洋公学应聘这个南洋公学的建院职务呢，他就是不得不做了一项决定，就是辞去了传教士的职务，辞去了传教士职务。当时他在南京梅伊美会华中分会工作，如果他要是不干了的话，他必须他到中国的那个官政权，他到中国的单位去任职呢，他必须把传教士的职务要辞掉，所以。从此之后，他就不是传教士身份了，他是有这个经历，然后呢，就融入到中国的那些事情当中去了，是这样一个。但是我觉得，他的传教士这个修养呢，对于他做好这个中国的其他的工作呢，一定是有帮助的。好我觉的，得这非个。常感谢。那看来他的确是对中国的文化呀，然后对中国的事业还是有着他的这个热忱的哈。那么当然，他传教士的身份呢，可能是他，这个促成他来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助力。但是事实上呢，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他对中国的一个热爱哈。好，感谢您。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可能是大家想稍微的了解一下，就是那么既然福开森呢，他个人对于中国，这个可以说是近现代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有过这样的比较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他的后代的下落是如何呢？是否也在继承他的这样的一个事业？不知道您是否了解？他的后代是，我是大概了解一些。他的后代有很多，那个其中长子路德呢是，早年他就去世了。他是一位医生，在医院里面出了一次事故，他就去世了，很早，26岁嘛左右就去世了。他的二儿子查尔斯，那个后来是到了这个上海，在上海一家那个外贸公司做事情。他的小女儿傅梅玲。是在上，他的做的那个工作可能是比较最有分量的一个工作。他是那个北京的协和医学院的注册部主任，注册部主任做了这个职务。他的另外一个女儿，就是那个海伦，海伦呢嫁给了这个当时美国的一个外交官，他的这个另外一个女儿也是嫁给了一个美国的一个驻华部队的一个将军。就是，总之都发展的不错，都发展的不错。他的这个在弗里尔艺术博物馆的这批档案材料呢，是由他二儿子查尔斯的孙子叫皮特夫妇的，是捐赠给那个弗里尔艺术博物馆的。1999年，当时这个皮特夫妇呢是和那个傅梅玲在一起，在华盛顿的那在居住啊，他们觉得我和这个皮特夫妇呢有联系。我这本书写成之后呢，给他也寄了一本。他现在在加利福尼亚，这样一个情况。好的，好的，非常了解，好，非常感谢您啊。那看来这个福开森的后代啊，多多少少的还是就是跟中国的事业保持着相当这个紧密的一些联系，联相系。信呢也是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能够还是看到福开森他的这样的一个事迹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么，除了像您这样优秀的学者，致力于他的这个开拓和研究，那么他的这个后代呢，也是在一直的致力于向大家传播他们的前辈为这个中美的交流事业所做出的卓越的贡献。所以，希望呢，我们对于福开森的了解，可以通过您，通过他的后代，以及通过所有对福开森感兴趣的人，能够继续的传播下去，让大家得以知道这一段历史。你说的好很的，好，谢谢。好的，非常感谢您。好啦，那么我们今天的讲座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看到有朋友在问说，如果想看今天的这个回放，可以在哪里看到啊？我们每一期的这样的讲座呢，都会在我们讲座后的这个几天之内放到我们的 YouTube，纽约华美人文学会的频道上面。所以大家呢，如果想看到我们往期的这个讲座的回放，大家都可以来点击我们华美人文学会的 YouTube 频道来进行回放收看，包括今天的这一场这个精彩的讲座。
好啦，那我们再一次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郭峰教授，以及今天来到我们讲座现场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讲座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好，那我们下一次的讲座呢，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华美人文学会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来及时的可以看到我们的关于这个未来活动的发布讯息。那么，关于我们华美人文学会的这个回放，video 呢，你也可以来点击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大陆读者怎么打开？这里这个可能，如果说这个想收看我们回放的朋友们，大概是只能在美国，或者说中国境外才能够看到哈。中国境内呢，可能是目前有一些困难。嗯，好的，好的。那么，再一次非常感谢大家。好的，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好了，那我们下一次的讲座再见，祝大家周末愉快。好的，谢谢大家。谢谢。